我哋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婚礼主题柯淑静爬高伫奥运当中，摕下巨大的金牌了后，真侪乡亲嘛陆续前往柯淑静位伫仑背乡超五村的厝内，甲伊的爸母恭喜。不过柯淑静的爸母看到柯淑静一路行来辛苦，嘛讲出讲希望伊会当退休的话。立法委员张丽珍就前往关心，希望讲会当协助遮个金牌选手有搁较好的出路。足欢喜的，我已经来第三届啊呢，逐遍拢来呢。来到柯淑静的厝内，两位张丽珍是相当的欢喜，因为看到柯淑静的努力，真正是婚礼的光荣。未少乡亲嘛是同款，陆续进来祝贺。是草人，我这是草村啦、啊。天林县仑背乡。天林县仑背乡草村。草村啊。好，我们在乡村地方了，我要出一个人才，我们非常的高兴。我们婚姻观有这样的出优秀的人才，这是不只是我们婚姻上可爱的光耀，也是台湾之光。那尤其是许爸爸许妈妈，我们都是婚姻人的精神，不止刻苦耐劳，那我想也面对困难也是勇敢挑战。虽然看到家己的查某囝柯淑静会当摕下奥运的金牌，不过看到柯淑静一路行来辛苦，伊的爸母是真唔甘，嘛希望会当赶紧来退休，找无同款的出路。转职，是希望他转职。以及目前也无这個打算。好，我们是做家长的，是希望哦，能转职还是怎样？听到柯秀金爸母的心声，张丽珍是真关心。张丽珍表示，安怎为这辛苦真出因路的选手来安排出路，拢是未来政府爱去重视的。对于哈淑静，我想我们政府机关应该要极力的来协助他哦，他未来的这个安排啦，未来的规划。那立善在立法院哈，我想针对我们的教育部啦、体育署啦哈，我也会来强力哈，希望他们能够对于我们这些优秀的选手哈啊未来。会做一个很完善、非常、完善的一些规划，让他们未来呢能够继续的为我们国家争光。亚当选手柯淑静嘛是台湾第一位两届奥运顶客和金牌选手，听到伊爸母希望柯淑静退休的消息，真侪乡亲嘛苦劝，一定要坚持落去，搁再为台湾来争取金牌。记者真心差不多。